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北站。对，我今天带那个 Sean， 不然还有 Randy 来饶河街。来吧，很大哎、欸，珍珠超大哥哎、欸。我们不是才刚吃完那个海鲜吗？对啊。你看你看，哇塞哇塞。OK， Let's go。OK， 我现在抵达小巨蛋了，开始来 setting 了。分享一下我这次的器材，这是我的吉他，就是 Fender 1959，然后跟 Taylor 的414。OK， 那这次音箱我也是用 Fender 的 Twin Reverb， 那我有带自己的麦克风跟这个罩子来。对，麦克风是 S1 的 VCX， 那音箱上的话呢，我会放我的 pick， 然后还有琴布啊，跟这个插弦的布。那下面这边就有一些工具包、弦，然后备用电池，然后这边是我的木吉他的效果器。我是进了 Volume Pedal 之后，然后进 Tuner， 再进到 AER 的 DI。好，那旁边这边是我的电吉他的效果器。OK， 那 Live 的话呢，我在 Input 跟 Output 这边我都会把它用胶带粘起来，因为这样。动比较激烈的时候比较不会去扯到。OK，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串接方式。我是先进 Strymon 的 Mobus， 然后呢进到这边，这是一个 Freedom 的 Controller。那我的第一圈是在这边，这是一个 Clean Boost。好，然后呢后面是一个 Overdrive， 然后这个是比较 high gain 的 overdrive。这三颗过完之后，我再回到 modulation， 然后进到 volume pedal， 然后从 delay 这边再到 reverb 出来，到音箱。OK，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OK， 那等等就开演喽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或是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